大家好，我是达哥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菠菜饺，非常好吃，有钱人呢都难吃得到，因为自己做，马上蒸来吃，非常的好。这里菠菜洗干净400克，拿200克，烧开个水烫10秒就可以捞出来，捞出来之后用冷水把它冲冷，挤干个水，好，弄干了水之后切小丁备用。好，接下来来这做馅，这里虾仁洗干净450克，肥肉53克，你可以用刀剁碎，或许用绞肉机绞碎，猪油20克，生粉20克，盐8克，白糖13克，味精8克。好，倒好这几样之后，把它搅拌，完全起胶。好，大概搅拌了这样的形状之后，把菠菜倒进去，再倒8克芝麻油，搅拌均匀，放在冰箱备用。如果你没有时间做的话，可以放到冰箱冷藏，3天都可以拿出来制作。好，接下来把菠菜搅碎，这里的清水呢有400克，我们先倒一半下去。这里的剩下200克菠菜呢，也一样的分2次，把它搅得又碎又好。好，这一块是纱布，我们倒进去过滤。好，过滤好之后把它烧开，在烧水的时间呢，我们接下来做这一步。蛋面150克，生粉40克，柠粉20克，白糖5克，好了，水烧开后马上全部倒进去，搅拌均匀。好，等它冷了之后再继续。试一下，一点都不烫手，只有一点点温度。在这个时候，你可以加40克生粉，30克柠粉，搅拌均匀光滑。好，最后倒入12克玉米油，再搅拌几下就可以取出来了。
好，放入保鲜袋里面，随时都可以操作。这一张是厨房纸，我们倒一点点玉米油或者菜油，这个都没关系的，等一下拿去拍皮用了。拍皮的大小或者厚度啊，自己来掌握了，这没关系的，你喜欢薄一点喜欢厚一点，这个都是没问题的。达哥今天展示三种包饺子的做法，看看哪一种呢你比较喜欢又容易的，这种呢是最容易的。这一种呢难度又加一点了。好，第三种的难度是最高的，看看你可以胜任哪一种了。喜欢达哥的网友，别忘记帮达哥节目点个赞。还没订阅的朋友呢，你就订阅一下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下一期有更精彩的节目就不会错过。也希望网友们看到达哥的节目，分享出去，转发，谢谢你的支持。今天这里的馅料呢，大概可以做30个左右。好，开水大火蒸5到6分钟，蒸熟之后非常的膨胀，看下去又漂亮，口感绝对可以一流的。我在标题上也讲过，世界首富马斯克都很难吃得到，因为是达哥精心制作，没有加任何的色素，也是马上做马上蒸来吃，在酒楼是没可能可以吃得到的。网友们，你可以按照里面的配方和材料去做，学会之后你比世界首富更加有口福。哇，好烫啊，戴着手套了都一样的烫。
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也谢谢大家的收看和支持。后面还有今天用的三种粉的品牌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把它看完，谢谢大家。